沈英豪吹响了两支球队上半时比赛开始的哨音，用非常好的一个扇面直接挑传，哦，背身拿球，裁判呢毫不犹豫啊，吹罚了这次的犯规。看一看这脚球最后是怎么来罚，马里尼奥打掉了张烈的一个反角啊，不过这大力出奇迹，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会更好。在镜头找的啊，哦，漂亮，给到门前，哦，这脚垫射居然是打飞了，非常可惜啊。先不说这些射门，但是在底线的这个位置，这么狭小的空间能够做完假动作，还能再带进去，哎呀，我就怕北京人和每次进攻都操之过急，操之过急呢，就是像上一场比赛，你能感觉到阿约维和穆坎乔两个人对进攻那种渴望。嗯，那这两个人呢，都两场比赛都分别出任过这个单箭头，是，会给这些球队呢一些意外之喜。没错，看看这一下头球，哎呦，你这是守门员的一凡，这是一个什么情况？这接球的手法好像是走形了，你再看一下。但我倒是感觉这个阿约维这个十根手指头是真细，没练钢琴可惜了，细长细长的。一凡呢，除非就是判断准了，觉得这球弹地之后，铁定应该是吹球门了。你看他没扑，只要你拿球，哦，打的反击很快。但是你看这接应点靠过来，穆坎乔还得往边上。打的多快，没问题，赶紧给，赶紧给。这球啊，没给，后点都是机会啊。后点来了，王刚那儿投球，哦，这个球划出了诡异的弧线。场上的比分变成了0-1，北京人和呢在客场取得了领先。看来以后王刚不用脚射门，应该还用头，地滚球也要用头会更好一点。当然啊，这次进攻啊，确实在整个的节奏上看的，咱俩应该也是有点着急，就是几个特别好的分球的时间点，其实没把球完全给。对对对，并没有完全出关键，还是给了一个角球，张笑飞开球，哎，头球，哎呀，张烈呀，脱手了。长春亚泰呢，在自己的主场把比分扳成了1-1的平局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像是吹罚的是，我们再看一下。不，我觉得这个球没有，应该是没有看，因为张烈好像是脱手了，对，没有看 VAR 的必要，只能说是在铲这个球来完成射门的附带动作，可能伤害到了张烈。再来看这个头球，你看，首先没有啊，这个没有犯，没有问题啊，这个进球没有问题。反正我觉得，如果就只给这刚才咱们所一起看到这三个镜头，我觉得视频助理裁判这仨人也看不清楚。现在这看视频啊，我觉得不单单是为了要公正，更像是一个为了看视频而视频了。可能在看裁判的吹罚，啊，有效对吧？进球肯定有效，而且如果再说的话，肯定就是招黄牌。漂亮的分球，传球这个力量也非常合适，拨一下就能射门了，没过去。漂亮的防守啊，顶住了压力，这一下蒋哲的表现可圈可点。你看奥古斯托啊，在打全建之前啊，曾经他说过一句话，就五年没到对方的禁区内去看看什么模样。嘿，看看这一下，谭龙转身，啊，技术还是很连贯啊，哎呀这个球。顾振宇威发得很漂亮，张小飞这一脚打得不厉害，但是应该说这个反弹球不等球落地，距离球没有比较远，两个人的身体素质都不错，支撑一些高调，看看这个球，顶得真棒，完全支撑这种冲吊的打法，是早都应该往那儿吊，早就应该传了，尼古伊哈洛不用，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谭龙要到了这一点，哎，看看这一次怎么这个球就还出现了？杜振宇的绝杀完事儿之后庆祝啊，刚做了三分之一。是，再看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但我觉得这进球有什么问题啊？哦，稍微有点越位了，有一点点越位，而且发的高点儿。哦，这个时候呢，当值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